喂，哪位？诗阳，我刚才被肖鹏袭击了。什么？你被肖鹏袭击了？哎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什么事儿，有你的关心呐，就够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这样看来，上次袭击我的也是肖鹏干的。嗯，这事儿你就不用管了，交给我处理就行了。嗯，哎，小心点啊。拜拜。好，晚安，诗阳。肖鹏。从企划的角度看，变彼之短，为己之长，该如何应用啊？所谓的变彼之短，为己之长，就是把别人的短处变成自己的长处，在竞争中发挥其所长，用自己的强项战胜对方的弱项。你比如说，日本的泡泡糖，大部分市场份额曾一度被劳特集团所控制，但是江崎集团却不以为然，他们针对劳特的短处，也就是花色品种、目标顾客比较单一，远远不能适应不同消费者的需求，而且他们的产品售价为110元，顾客购买的时候需要多掏10块钱的硬币，往往感到很不方便，所以他们就发明了一种功能型的泡泡糖，50元和100元两种，这样就避免了找零钱的麻烦。江崎集团用自己的长处攻克劳特的短处，这样呢，这种功能型的泡泡糖一上市就非常的抢手，这样市场份额也从零猛增到25%，创历史的新纪录。啊，徐兄如此博学，看来飞扬企划的副总非你莫属了。多谢沈总夸奖。啊，请用咖啡，不然就凉了。啊，凉了不怕，可以有劳徐兄再给我端一杯吗？啊。杨总，要不要报案？中田日化是媒体关注的焦点，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集团的利益和声誉，我看不宜惊动警方。肖鹏这小子也太嚣张了，干脆让杜老大好好修理他。不是修理肖鹏，而是让杜老大多找些人把他的梦工厂砸了，让他无法正常营业。嗯，好。哥，这么晚去哪儿了？人都找不着。我找了几个弟兄，把杨潇好好收拾了一顿。你把杨潇怎么了？没事，只是打了一闷棍，把他教训了一下。谁让你干的？他上次来咱这儿牛哄哄的，我当时就憋了一肚子气。我说你这个人呢，办事从来就不动脑子，和中天日化较量，靠的不是武力，而是要多动动脑子。哎呀，以后别再给我惹事了，厂子里还有很多事要做，去吧。我去了。喂，喂，天叔啊，啊，有件事要麻烦您。啊，葛总有话尽管说。啊，我的老板啊，遭到肖鹏的袭击了。又是肖鹏这小子。上次啊，就是他打了我派去试探的人，还抢了我的货，我还没找他算账呢。天叔，先让肖鹏这小子多活几天，明天啊，麻烦您多派些人砸他的场子。放心吧，没问题。
小石啊，嗯，你很能干，每次出来你都安排的这么好啊。多谢机长夸奖，要不是您提拔我，我怎么能结交这么多朋友？小石啊，哎，你是自己人，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啊，啊，好好干，回头我推荐你做郑所长。哎，多谢局长栽培，时光一定追随局长左右。啊！小石啊，有事吗？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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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没事就走吧。哎。石所长，给您的报纸。哦。喂，你好，小石啊，你看了今天的报纸了吗？王局，我刚拿到，正在看。啊，你搬到第四版。来来来，我给你念一下啊。今早在港州至天州的米家桥路段的路旁发现了一具男尸，该男子年龄大约32至35岁，身高175厘米，上身穿草绿色军上衣啊，下身穿蓝色运动裤，腰系废电线，体型偏瘦。小石啊。哦，王局，是不是昨天晚上啊？刚才啊，米家桥派出所给我来了个电话，说有一个流浪汉昨天晚上被车撞死了，车主呢逃逸，问我如何处理。王局啊，我小石啊，你不要自责啊，像这种神经有问题的人嘛，你一脚油门对他也是一种解脱嘛。啊，哎，这就过期了啊，别敢给，别敢给，老子喝啊，你说啊，这酒没坏啊，没换，没换，老子说过期就过期了。那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你们各位朋友，有话慢慢说嘛。妈妈来说，你敢给我们喝？有话好好说，你们慢慢说嘛。你说啊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你说。厂子，他打伤了我们的人，都什么人呢？不清楚，可能是一群小混混。这样，你先稳住他们，我随后就到。王局啊，这儿有几个人砸我的场子。啊？什么人？这么大胆？
听说是几个小混混在砸我的场子，还打伤了几个保安，还砸坏了不少东西。这事儿啊，还得您出面，不然的话不好收拾啊。这太不像话了吗？啊，这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扰乱社会治安，破坏公共经营场所的秩序，啊，寻衅滋事，殴打他人。我马上派人过去。请进。曹总，这是本月的财务报表，请你过目。齐总，请坐。不错嘛，我们的销售额比上个月增长了600万。是啊，哎，曹总，关于企业上市的事情，我想了很久，有件事我一直想请教您。你是总会计师，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共同探讨。方面的专家，您一定清楚，企业一旦上市，就意味着企业的性质将发生变化，也就是说，由股东拥有将转变为社会拥有。这就意味着企业的利润由少数股东拥有，转化为大量持股者共同拥有。曲总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现在集团固定资产的总额达到11亿。如果按照规定，应该向社会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不少于15%。15%的发行比例对股东的利益的影响不是很大。再说，上市不但可以提高企业的知名度，而且所融资金可以用于新产品的研发，还有扩大再生产，还可以投资相关产业和新兴产业。上市对大股东来说，给他们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现在。曹总高瞻远瞩，让我茅塞顿开啊。上市有助于我们的产品走向国际，有助于我们的企业和世界接轨。一个真正的企业应该是社会化，造福于社会。哎呀，王局啊，今天的事啊，多亏你帮忙了。哎，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是我们的职责嘛。啊，还是老同学情深呢。哎，咱们同学里啊，就属你官大，还就属你最义气。这常言说得好啊，世界上有两种感情最珍贵，一种是同学情，另一种呢是战友情。是啊，是啊。哎，王局啊，听说你最近要装修房子啊，我呢，本来准备要给你买套家具，可是又怕买不好。这是10万块钱，这个是密码，你啊，让嫂子看着买，你可千万别推辞啊！别！哎呀，这谁让咱们是老同学呢？哎呀，请。为什么要上市啊？哟，雪儿怎么突然关心起集团的事来了？雪儿想多学点知识，每天看你忙忙碌碌的，可我一点忙也帮不上。哎呀，听到你说这话，我真觉得很欣慰。不过，术业有专攻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，应该发挥自己的长处。所以有机会啊，我一定送你去最好的学校，好好学点知识。曹总，你要是真送我去学校了，
我未必能学得进去。好，那我就说给你听听。企业上市啊，共有三个目的，有的是为了圈钱，就是用别人的钱为自己赚更多的钱；有的是为了经济诈骗，就是通过虚报账目、操纵大盘等手段骗取股民和银行的钱；有的是为了洗黑钱，就是通过股市把非法所得的钱变成合法的钱。哦，我懂了，曹总，您先休息吧。哎，对了，你去把资料整理一下，明天一早我们飞北京。曹总，您要不要先休息一下？不用了，你马上和飞扬企划联系。我们直接去那儿。哎，好。您是？曹世阳。您是申总吧？啊，是是是，这是徐副总。你好。你好。哟，王局，您在百忙之中能如约前来，杨某非常感激呀。哎呀，肖总可是客气了，都是自己人吗？请请请请。好好好，请。王局啊，梦工厂夜总会的肖总是您的同学？哦，他呀，是我的高中同学。有什么事儿啊？是这样。我们中天日化
有意与梦工厂携手打造我市娱乐航母。哦，可肖总执意不肯。这不，想请您来帮助撮合一下。哦，这强强联合是好事情啊。不过老肖这个人他很固执，回头啊我做一下他的工作啊。那就有劳王局了。还有一件事早就想和您商议了，不知王局意下如何？哦，请讲。如果有可能，我们想请您加盟，共同经营管理梦工厂。嗯，这加盟不加盟的都一样啊，为企业保驾护航，这个是我们的职责。再说以我的身份，我也不便加盟啊。梦工厂的资产算下来也有几千万，恕我冒昧，那我先给你垫上5%的股份，月薪10000，年底分红，您意下如何？啊，自己人好说啊。我的话，老肖他或许能听得进去啊。好，王局，让我们共同努力。来，尽力而为吧。干！喂，对，我是刘元和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他们抓住了几个犯罪嫌疑人，其中两个很可能与黑七有关联。走，去审讯室。是。怎么样？啊，你看，月亮，哎，你们两个去审那个。好，知道了。走。据我们了解，你和在逃凶犯刘黑七的关系很不一般呢。七哥，那可是我们的前辈，我没资格跟他接触。我可告诉你，刘黑七贩卖毒品，开枪拒捕，并且有命案在身，罪大恶极，这点你可要想清楚啊。啊，我没骗你，那种大事我不敢干，我就是个小混混，混吃混喝，帮人打个架什么的。那刘黑七平时跟谁关系最密切？我只知道他经常跟两个手下在一块儿。他有没有女人？欧什么欧？我问你，他有没有女人？想起来了，他因为一个女人打过我。叫什么？叫什么花妞？干什么的？在建国路开美发厅。美发厅叫什么名字？出发点美发厅。中天日化要迎战 WTO 的第一步，该怎么走？啊，中天日化的首要任务是兼并同行业，组建更大规模的日化集团。所谓船大好冲浪，这对于提高规模效益、扩大技术优势，从而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率，无疑将起着巨大的作用。那么我们如何认识品牌竞争？我认为品牌竞争即是产品竞争、价格竞争、服务竞争、技术竞争、
营销竞争的综合体现。最关键的应该是人才竞争、理念竞争。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，知识经济的核心是人才，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和潜力所在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当摩托罗拉、爱立信等著名公司已在世界无线通信市场稳坐江山的时候，诺基亚公司才开始起步。新任总裁奥利拉实施人才战略，其中90%的人才和资金用于移动通信器材和多媒体技术的研发，一跃成为世界移动通信的龙头老大。飞扬企划实在是卧虎藏龙，名不虚传呐。我们会为贵公司做一套完整、详尽、可行的企划方案，并派最优秀的企划人才协助贵公司实现这个计划。我相信你们会做得很好。哎，刘队回来了啊！审讯取得突破性进展。这个家伙交代，刘黑七有个女人叫花妞。我审的那个小子，他也提到花妞。嗯，这个花妞在建国路上开了一个美发厅，我们要从她身上打开缺口，顺藤摸瓜。小莹啊，哎，是。你带上几个弟兄，对花妞进行24小时监控，一有动静立刻汇报。是。月亮，有。你去借一辆出租车，流动布控。是。王总，我早就说过，吉人自有天相，这不，西装就出现了。他还那么成熟、英俊、潇洒，有本事，你们俩呀，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儿。你别乱说。林乔，电话来了吧？要不然我先回避一下。是杨总。喂，杨总你好。是呀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啊，没事。哎，你那边怎么样？啊，王局已经答应出面说服肖坤，估计问题不很大。嗯，很好。哎，你那儿怎么样？啊，我这一切进展顺利，过两天我就回去了。啊，好，是呀。你得注意身体，啊！好，再见。拜拜。哎，我去接吧。喂，你好。哦，汉卿啊。好，什么？你要请我喝咖啡？嗯，好，那晚上咖啡厅见。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你呀，死丫头。嗯。哎，休息一会儿吧。王局啊，
还真是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呐。哎，我总不能老是你的手下败将啊。王局啊，今天晚上你怎么肯抽出你的宝贵时间请我打球啊？哎，肖总真是个聪明人呐。啊，我听说中天日化有意与你合作。哼，他那哪是合作，分明是想吃掉我。哎，肖总啊，你此言差矣啊，中天日化是棵大树啊，这俗话说背靠大树好乘凉啊。哎，再说了，这强强联手对你是百利而无一害啊。此事啊，还得容我回去好好考虑考虑。对不起，打扰一下。谢谢。请慢用。汉卿啊，我真没想到你在经济学方面还有如此的学识。我是在企业家面前班门弄斧，让你见笑了。哎，伯父伯母身体还好吧？啊，他们都已经退休了，身体还很硬朗。嗯，这些年都是你们一家人在照顾我们孤儿寡母。啊，我们两家都是世交，照顾也是应该的嘛。明天我跟你一起去看望他们吧。啊，真不凑巧，我的父母到上海舅舅家去了，以后再说吧。啊，其实我一直很想念他们，这次没能见到真是遗憾。对了，石阳，阿姨现在还好吗？八年前我把她接到香港，没过多久就病故了。亮哥，进来呀。哎，坐吧。啊，阿姨呢？啊，我妈这两天神经衰弱，这不才睡着。哦，那我就不打扰她了。啊，这个是我们警队弟兄们的一点心意，阿姨身体不好，给阿姨买点营养品。这钱我们不能要，我们不缺钱，再说我也有工资，我妈还有退休金，收了这钱我妈知道会骂的。哎呀，你就拿着吧。哎，这不是给你的，这是我们孝敬阿姨的。我们真的不能要。那好吧，你照顾好阿姨。嗯，我先回了，我还有事儿。嗯，等回头啊，我再来看你们啊。哎，亮哥，刘黑棋抓到没？嗯，还没有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们很快就会抓到他。嗯，亮哥，多加小心呢。哎，那我走了。
真他妈不是东西，竟给中天日化当说客，让咱们拱手让出梦工厂。这王八蛋这么多年吃咱的拿咱的，到头来不给咱办事儿。你真不动脑子，他肯定拿了中天日化更多的好处。那该怎么办？中天日化之所以不惜重金拉拢王毅，其目的很明显，他就是为了破坏我们的保护伞，使我们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。王毅被我们养了这么多年，他还不至于对咱们怎么样。回想一下，假如中天日化和砸场子联系在一起，那他非常可怕，他们会变本加厉，采取各种手段对付咱们。因此咱们一定要更加小心，加强厂子的保安工作。另外出货一定要格外小心。我知道了。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夕阳啊。马叔啊，你身体怎么样？啊，我还好。夕阳啊，东南亚那边需要一批你们的产品呢。哦，马叔，您放心，我会安排好的。嗯，您多保重身体。好。嗯，好，拜拜。韩青，我希望你能加入中天日化。我争取去你们公司帮助执行企划。韩青，中天日化真的需要你，我也需要你的帮助。哎，沈总对我有知遇之恩，这样恐怕不妥吧。嗯，沈总那儿我想办法。哎，沈阳，天也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好。他今晚不会出来了。哎，是不是没戏了？千万不可麻痹带。小王，把音乐打开。哎，抽支烟。哥，上批货已经出手了，不知下批货什么时候。哦，王局啊，你好。老肖啊，昨天我跟你说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？Thank you.